哪儿呢？怎么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公司呗，忙活一上午了。怎么着？这怎么还喘上了？哎呀，我坐一那颈椎舱，那岁数大了，这坐着坐一脖子上操都能坑出来喘的。哎，你知道那颈椎舱吗？就对着天上写份子。大份的份，不是奋斗的奋。说怎么着？咱们俩这每周一根到了，有没有空啊？吃饭可以啊。行，几点？ 在哪儿？你把定位发给我，我一会儿过来。行，就这样啊。好嘞。几个意思啊？也没事儿，方哥。嗯，就是，你总觉得咱公司最近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思。你给我拽词儿，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？ 这不挺正常的吗？没觉着呀？怎么？咱们最近不是并购吗？试试。你这不是都还没定论呢？你听见什么了？是没定论。我还听说峰哥你升职可是板上钉钉了。哎，马上法务部高级总监就。行，下属升不升职那看上面。 咱底下别再责了，知道吗？当然我也应该升职，你这么些年功劳苦劳我都有，是吧？是是，哎，峰哥，你要升职的话，你可得请客吃饭啊！我要是真升了，不是请客这么点小事了，集体嗨皮几天。现在低调冷静，知道吧？行，找你帮我办一事，我出去一趟，然后那个要有人找我，你跟人说我是出去办点事儿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好吧？行，没问题，哥。 交给我就行，周围没什么大事。行，有事我发微信。行，这凳子这么搁着啊，感觉我还在这儿。这是什么？我的妈呀！你看那狗狗，好可爱。我妈，好可爱。哎，笑什么呢？别跟他这，我看一下，别给他看，我看着淘淘你。 我的妈呀！这简直失散多年的兄弟，太像了！你快点把人领回家好不好啊？妈呀，大团圆啊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误了。你们冲刺班怎么都这么闲啊？下课还有时间看快手，回家还有时间玩乐高，你们真行。哎，我那乐高你藏好了吗？没让你爸妈发现吧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不相信我，方文凡办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搬家只要一搬完，你随时都可以去玩。要搬家呀？啊，我要搬到书香小院去了。你家又不是不够住。 为什么突然搬家呀？你还问我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你和那谁天天都，就是，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想明白了。我是真想明白你们为什么学习好了，离学校近啊，近水楼台，每天能至少都比我学2个小时，而且最让我气人是都2年了，没有人来建议我让我去搬家。哇，你们是不是怕我超越你们呀？ 就算让你24小时待在教室里，你也不可能有机会超越我们的呀。你这瞧不起人是吧？我只要用那2小时，这次分班我肯定去快班，你信不信吧？说吧，怎么补偿我？哎，这是方一凡吗？这不像他画风啊！还谈论起学习来了，你是方好吗？你是不是六耳猕猴啊？啊，让我看看你有几个耳朵！你别动手动脚，我说正事儿呢。哎，我问你们啊。 就是自从咱们分开以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孤单？有没有觉得比较寂寞？有没有觉得不适应？有没有想我？肯定有，对吧？这还真没有，我们就是觉得这世界吧特别安静，人生特别美好，一片祥和 ，peaceful。 又没心没肺的，看来没有人懂我。哎，姐还不懂你。 你肚子里憋啥坏水我都知道，你不就是想和桃子做邻居吗？哎，把嘴给我闭上，打人不打脸啊！这是。哎，走走走，回去上课了。哎哎哎，英，有话我话跟你说。我有事和你说。准备好什么？拜拜。行，那你走吧，反正那你那乐高我就拼了。你敢？什么事儿？快说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妈当时压力大，睡不着觉，家里有备着那安定，对吧？嗯。 给我点儿。你要自杀威胁你妈搬家，
这缺德事儿我可干不了，干不了，干不了。不是，我是那种有勇无谋的人嘛。再说了，吃几片也吃不死。哎，对吧？是不是吃不死？当然吃不死。你有没有点常识啊？哎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个，其实我是帮磊儿要的。他最近呢，思乡心切的，整宿整宿睡不着觉。我是当表哥的，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我也着急。安神汤了解一下，你妈和我妈的独门秘方呢。不行不行，那个中药药效太慢了。林少爷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你就给我几颗啊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你可真能磨叽。那你中午跟我回家拿去吧，但你一定得让他按剂量吃啊，吃多了可不行。那我上课去了，拜拜。OK，no problem。哎哎，乔东，嗯，你说咱俩这每周一歌二人世界，你上礼拜请我吃那白莲花素食啊，全是豆制品。连水煮鱼都是面筋做的，你这礼拜给我来这三盘沙拉，你这全是草，你是喂牛呢？你给我来块牛肉，来瓶红酒行不行？弄个剔骨。你看看你那肚子，你吃点草吧。这一盘草80多，有机的，这么贵？嗯。岳东，我觉得你对我是真好啊，内心又细腻，你比童文杰要温良贤淑。你看你这样啊，其实你要头发留长了，把胡子刮一刮，也是个美女，我没准能把你给娶了呢。胡子我能刮，头发也能长长。行了，别说吃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嗯。我打算搬回书香雅苑。你破产了？又找了一小女朋友，咱俩金屋藏娇。什么呀？你不会想跟宋茜复合，吃回头草吧？你吃你的草吧，我回去了完全是为孩子。怎么了又？宋茜现在是更年期了。不可能，你没这么早吧？我确认过。你怎么确认的？前两天啊，我打算回去拿几张老照片。干嘛？小梦一直不是想结婚吗？嗯。准备在婚礼上的时候做一个视频。把我当年英俊潇洒的样子展示回顾一下，女人的虚荣心嘛，可以理解。呸！你的虚荣心嘛，你先别管谁的虚荣心。宋茜连我带照片，全都给扔出去了，这不是个神经病吗？这不就是更年期吗？我们家英子今年高三，宋茜又更年期，高三遇到更年期，这不就是火星撞地球吗？嗯，所以我得搬回去。在他们娘俩之间啊，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。实在不行，我闺女真有什么事儿，我得冲上去替她挡几刀。哎，这宋茜不至于吧？我觉得平常挺知书达理、温柔贤淑的。我觉得童文杰比她可横多了。那我在家感觉还是这个挺和睦的，如沐春风似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吹了，这门口树都让你给吹倒了。哎，先别说挡几刀的事儿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就有一刀。你是不是给英子买了一个乐高那航母大玩具啊？啊，买了，售价8499。这孩子过生日买生日礼物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给他买这生日礼物，交给英子之后，英子害怕，觉得宋茜要发现了，就会认为他耽误学习，给他没收了，所以他就交给方一凡，这不一雷吗？方一凡也怕他妈呀，就给藏床底下了。今儿早上童文杰给发现了，他决定把这雷交给宋茜，让宋茜引爆处理。你们家童文杰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他给我不就结了吗？又不是不认识我。你听说过一革命群众捡着赃物啊，不交给警察，交给犯罪嫌疑人呢？这怎么是赃物了呢？再说谁是警察，谁是犯罪嫌疑人啊？宋茜是警察，你是犯罪嫌疑人，不很明显吗？你赶紧吃吧，吃完回去上你家把东西拿回来。来不及了，他已经搁车上了，他今儿就还给宋茜。那童文杰人呢？公司上班了。你家车，呵，黑科技啊，那行嘞，走，哎，等啊，我把这后座给弄下来，你强迫症吧？不是，到时候童文杰就以为他压根就没把东西搁车里边。你是觉得你们家童文杰傻呀，还是金鱼的记忆啊？嗯，那你还不如我这招来的直接，啊？
你让开，你让开！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我把你后玻璃给你砸了！你砸我玻璃干什么呀？要不然你解释不清楚。我解释不清楚，你不能拆我车！我好心好意帮你，怎么你还砸我们家车呀？我跟你讲，等我还得自己花钱修车。你这就是犯罪嫌疑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这就是犯罪，知道吗？你们家车你不告我不就完了吗？再说你有保险，你走保险。没，我这车没上玻璃险，我给你上。不是，那也不成，那你放下，你不成。我跟你讲，你放，你先放。我跟你讲，这还有好多监控都给拍下来了，你别闹。喂，在哪儿啊？你看那谁，你少来这套。真的，你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真相，我一回头，我跟你讲，你把我玻璃砸了。到底在哪儿啊？给放下来，你不会糊里糊涂没带来吧？不可能，我早上放在这儿呢。他真不记着了，真不记着了。肯定是方圆，肯定是方圆给拿走了。今天早上他还劝我说叫我不要给你送过来的，也只有他有备用钥匙啊。肯定是方圆伙同你们家乔卫东干的。乔卫东？不会，真要是他把你们家后玻璃给砸了，伪装一个犯罪现场。宋儿真能给你一个思路，你俩绝对是天造地设，这离婚离得太可惜了，绝配。当初离婚就是因为这个，我干什么他都知道。太讨厌了。媳妇儿，我今天啊有一个收获，有一个体会，我觉得乔东跟宋倩两个人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说他俩人咋想的？就是砸车玻璃这么邪门的想法，俩人都是一块想出来的。这他俩离婚真是太可惜了。方圆，你跟乔卫东呢？你们俩简直就是啊，一只是狼，一只是狈。你说你还替他说话，好像我还没有原谅你吧？我不需要被原谅啊！我本来也没犯错，我是无辜的。从某种角度上讲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乔卫东还说他无辜呢，说他当年不是出轨，他不出轨，宋倩跟他离婚，宋倩疯了。他那个理论上讲，应该不叫出轨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在那个酒桌上喝多了，然后被人给下了套了，他自己也不记着，那能叫出轨吗？不记得就不叫了，他说没有就没有了。合着你是不是还想向他学习啊？我这种怎么向他学习？人家那种都是大老板在酒桌上喝酒，我想挤也挤不进去。那我这种不求上进的，我怎么有机会能做到出轨这件事儿？谁说不求上进的就不会变坏啊？啊，很多不求上进的不都变坏了吗？不求上进怎么能变坏呢？变坏那得上进了以后才有机会变坏。我这种不求上进哪有机会啊？对不对？我再提醒你一遍，在接受批评的时候，麻烦你不要油嘴滑舌。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，
孩子们也都没回来呢，你看，自由的时间。干什么你啊？啊？你说我干什么？我弄汤呢。你弄你的汤，我这不影响你啊。你该弄你就弄你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孩子们说了，下午学校老师要开年级会，这晚上没有晚自习，这马上就回来了。你觉得你这个姿势合适吗？好吗？哎，儿子回来了。哎，爸妈。哎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你弟弟呢？姐姐呢？啊，我们班下课的时候他们还在这讲题呢，估计也快了吧。哎呀，今天吃什么呀？来，这有肉，来肉。来吃块肉。方一凡，你洗手了没有啊？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不干不净，吃了有病，赶紧给我洗手去。你洗手去。啊，对，妈，那个什么，你不是把我那堆漫画书都收了吗？嗯。我是想求你网开一面，能不能把《灌篮高手》给我？其他的我都可以不要。很抱歉，不能。为什么呀？你就给我几本行不行啊？我别的都不要。哎，方一凡。嗯。我今天看你床底下不是还有几本吗？床底下怎么能放东西？你上你床下边看看去。妈，妈，我那8499呢？你别8499，什么8499？你还8499？你8499害着爸爸都挨呲了，妈妈就还给宋钱阿姨了。不是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不经过我同意，你们就自己处理了，那是我和英子的事儿。我要弄丢了，我怎么跟他解释啊？啊，你们好朋友就是这么处的，好朋友就是这么互相帮助，帮着骗父母，是不是？就是。你替乔英子藏东西在我们家，你有跟我们说过吗？这能告诉吗？这叫兄弟情义，你们不懂。这什么鬼兄弟情义啊？这是兄弟情义吗？这是不懂规矩。我告诉你，方一凡，你替英子把东西放在咱们家可以，但是如果这个东西……他妈不同意，你妈也不同意，那就不行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哎，行，知道了。不过英子也挺可怜的，这东西这乐高要是落到他妈手里，那就粉身碎骨。还真是，哎，我觉得你不应该还给宋茜，怎么也得给英子。你说到了宋茜那儿，8000多块钱东西就毁了，挺可惜的。你们怎么就觉着宋茜是一母老虎呢？哦，不不不不，母老虎没有宋茜阿姨厉害。英子，回来啦！妈，您干什么呢？快起来，快点来帮帮我！我拼半天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也拼不上啊！哎，我怎么都对不上啊？愣在那儿干什么呀？快来帮帮我呀！妈，我错了，爸爸都跟我说了，我诚恳地向您认错，我不应该收爸爸的礼，我也不应该让方一凡帮我藏着。你要生气你就训我，我都接受。但是我声明啊，我真的没有想要现在玩这个的，我怕您不高兴，也怕爸爸不开心。来，英子。下次要再遇见这样的事儿，你得直接告诉妈妈，妈妈会理解的。我觉得这玩具啊，其实还挺好的，寓教于乐的。我知道你快生日了，你爸爸那个人我还不了解呀，投其所好，知道你喜欢这个，肯定会给你买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不生气？我那么爱生气啊？你看我这样子像是爱生气的样子吗？你今天好开明，我只是今天开明啊。我觉得我一直挺开明的，要不然我的学生怎么那么喜欢我呢？是吗？啊？嗯。哎，快帮我看看，这为什么一直按不上啊？嗯？你看我都拼到这儿了，啊，拼到这儿了。你看，那这怎么就没有啊？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不对吧？你这拼反了，你看这图纸，你看，哦，是吧？哦，还真是，
哎呀，我说怎么安不上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拆了呀？拆了呗。哎呦，跳床底下了。妈，嗯？妈，那个，妈，怎么了？不在床底下吧？怎么不在？我看他崩进去的。妈，哎呀。那我帮你拿，我帮您别闪着腰了，真的，多大岁数还闪着腰了？哎，我好像够着了，哎，够着了，哎，是这颜色吗？是，你看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比这颜色深点似的呀？哎，没有，就是它，这合适。你看，这应该，哎呦，要不咱们先拼那底座吧？这机翼太难拼了。是吧？应该先拼底座吗？对，对。这袋是吗？来，记下美好时光。来，下一个啊。天哪，终于完成了，这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！您还在动呢，哎呀，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那我们下一个拼它底下那个吧。哎，英子，你看，咱玩了整整一小时了，也差不多了，剩下的我们高考以后再玩吧，好不好？其他的我先帮你收着，毕竟高考的时候咱也不考这个呀。啊，我还以为行不行？以为。啊，没事。那行不行啊？行啊，真乖。嗯，今天饭简单，我马上就做好，你把这收起来啊。嗯，动作快点。藏什么呢？没有啊。什么没有啊？那你慌慌张张干嘛呢？没藏。你起来。干什么呀？他说我藏东西了。你藏什么了？我没藏。嗯，没藏，你紧张干嘛呀？你把手伸开。你怎么还搜身呀？哎，看看。哎，你又不是机场安检，你这怎么还搜身呢？哎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你这不是啊，他这年纪多容易学坏，你要有点警惕性。真没藏啊？没藏。那没藏，你那么紧张干嘛呀？你一进门把我吓一大跳，我条件反射了。你瞧瞧，都被你吓得条件反射了，赶紧写作业了。好好，把橙汁喝了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叫条件反射。你比如说，每天你一出门有人送你包，每天都送你包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贼？不会。你怎么不会啊？那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咱每次从那个什么香港啊、日本啊，回来的时候过海关，你瞧你那做贼心虚的样子，你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？你还不清楚啊？我为什么呀？你给我买的化妆品啊，我怕被查到呀。你看那几个破化妆品还被查了。记住啊，只能吃半片，多一点都不行。好，知道了。半片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大。看着我，童文杰，你每天都这么盯着我，你烦不烦？你没看够啊？看，
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表哥，我忘敲门了。嗯，没事。表哥，我在做今天数学卷子最后一道题的时候，发现这道题出的特别好，是包含了咱们所有知识点的一道题。我特意把我的笔记本拿过来给你腾一下，要不然这道题你做到明天早上都做不出来。谢谢啊。哎，这是你的笔记本吧？哦，是。嗯，表哥，数学。哦，数学在这儿，数学在这儿。哎，对，你这些抄了一堆废话。你看，其实老师的板书呢是对的，但是你不能全抄，这一条的重点只有三条，你这抄的太多了。哦。包一满。哎，爸。哎，帮我把储藏柜的东西给拿一下。哎，好，这就来啊。哎，莲儿，你等一下，我帮我爸拿一下东西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，表哥？这个我喝过了。哦，没事，我不嫌弃你。哎，表哥，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你看，卷子上的这道题只不过是把数字换了一下，那这样我们用同样的公式给它代入，把它算出来就好了。今天自己骑车先走吗？你这怎么还没走？我这看你状态好像不太好，好像太困了。我跟你一起坐公交去学校啊，好吧？我没事，你着急的话你先走。我不着急。包一凡。哎，妈。你们俩快一点，这都几点了？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啊。哎，玲，那个什么，一会儿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事给表哥打电话啊，好吧？啊，好，我没事，你走吧。行。你注意安全啊！嗯，拜拜。玲儿，吃饭了。啊，小姨，我马上来。下班了，师傅。伙子，醒醒，到站了。阿姨，这是哪站呀？终点站呢？终点站，离三元桥还有多远？三元桥，你都坐过了十几站了，孩子。十几站了？对呀，赶紧下车吧。完了。时间，林玲儿怎么又没来啊？啊！报告，老师，我来晚了。跑什么呀？这都九点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啊，老师，对不起。你不用对不起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开学有几天了吧？对北京交通还不熟悉呢？老师，我坐过站了，都别笑了。
你这不会坐车，你得跟家里人说呀。那家长也不问，这太不上心了。啊？开学几天呀？迟到两回了吧？这次厉害了，直接旷课一节。老师，是我自己大意了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我告诉你啊，林玲，自己擦。谢谢老师。模拟考啊，虽然考得好，没什么值得你骄傲的，别掉以轻心，知道吗？嗯。回座位。就你耽误时间，下次注意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罚你跟着二组做值日。知道了吧？嗯。行了，大家把书翻开吧。跟你说啊，他今天又迟到了，还被李铁棍给骂了。哎，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你？那大嘴巴年狱警，你忙你的去啊！讨厌。哎，磊儿，磊儿，磊儿。嗯。啊，表哥呀，是我。哇塞，你这是困，但是我感觉你这不怎么感觉要挂了似的。没事吧？来来，你先喝口水。来啊！没事没事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对对对。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三、二、三。芳儿，你不是说你弟失眠吗？这，我看觉可不是一般的多啊。失眠那不就这样吗？晚上睡不着，白天睡就行。你看着困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一定让他按着说明书吃，不然的话吃多了可真不行。我就按你给我这剂量多给了他半天，没事吧？那可不一定，这人和人的体质都不一样。他这么瘦，我估计吃一片倒了都是有可能的。那成，那个，我晚上多给他喝点水，多让他去厕所排一排，行吗？六、七，体测运动，一、二、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不是老师，他昨天就是学习学太晚，太困了。没你事，你赶紧回去做操去。林玲，要不然你回班里休息一会儿吧，啊？下午还有课呢。哎，那行，老师，我带他回班睡会儿去，要不然下午的课都不行了。赶紧去！好好好，谢老师，走走走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五、六、七，体测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凡凡，你这本来就是当哥哥的啊，他现在不适应，你还是得多照顾他。但是学习上面，你还是真得跟你弟弟学。行行行，慢点慢点。没事，老师，你去医务室。不要，老师，我就说碰了一下，没事，我自己待会儿就行了。那这样，那你们两个先回班级里边啊。老师去医务室给你拿止血的东西，顺便拿点棉球。好，去吧。你把林玲儿先扶到班里去。啊，好，我没事。来，玲儿，我扶你，来，我扶着你吧。对，没事，咱俩互相扶着来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林老师，我已经到学校门口了，马上就进来了啊，马上就进来。你好，我是高年级林磊儿和方一凡的家长，是李萌老师叫我过来的。行，您俩登记一下。谢谢啊。撞出血来了，会不会是打架啊？哦，不是打架，是这样的，刚才啊做课间操的时候，林磊儿就差点睡着了，站着都能睡着了。啊？我就让方一凡呢给他送到班里边去了，可能俩人走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鼻子给撞出血了，但是没事，别担心，现在已经止血了。而且这个林磊儿我也没让他回班里面，怕他影响别的孩子学习，我就让他去休息区休息一会儿。怎么会站着就睡着呢？是啊，我也在想，哎，会不会是他昨天熬夜了呀，没睡好啊？昨天应该不会啊，但是今天早上他的确是挺犯困的。还有啊，这个林磊儿啊已经连续两天迟到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您家长得关注这个啊，一会儿见到他好好问一下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吧。
哎，妈，刘老师。哎，凡凡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，我就碰了一下，流了点血，没事。我皮实，你看都干了呢。弟弟怎么回事？他可能就是学太晚了，没睡好。那昨晚几点睡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差不多一点多吧。我当时也迷迷瞪瞪的，我记不住了。哦，那是睡得太晚了。那行了，方一凡，你赶紧回班里边上课去吧。啊，行吧，你去吧，我先走了。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啊，好。我叫你起来问问吧。好。雷儿，来，醒一醒，醒醒。嗯，小姨。哎，哎呦，慢点，小心点。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雷儿，你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特别困啊？有点。昨天晚上一点钟才睡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昨天晚上做完卷子，十一点多就睡了。十一点就睡了，十二，一二三四五，也睡了六七个小时啊。那不至于怎么站着就睡着了，就是有点困。头晕不晕？嗯。看东西晕不晕？是不是发烧了？你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，想不想吐？那这样吧，我先带他回去也行，好好养养身体啊。老师，那下午的课不用上了，赶紧回家好好休息休息吧。啊，不上课了，先回班级把书包拿着，快点走。慢一点啊。这从回来一直睡到现在，也没别的症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想想，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雷打不动。是不是水土不服啊？还是因为这北京气候就是不适应啊？方圆，你干嘛呢？看看。你不要吵你弟弟睡觉。我他这也太能睡了。你鼻子好点没有？啊，还抽不出血了？那我鼻子早就没事了，就剩不下火线。不下火线，你不去写作业去？不会遭雷劈吧？英子，老师又留课间作业了？没有，这周六天文馆有个活动，我不是讲解员吗？准备一下。哎，英子，你停一下，妈妈跟你说两句话。您说，您说，我听着。你看哈，你高二一年都在天文馆做讲解员，妈妈是不是一直都支持的？嗯，妈妈知道那是你的爱好和理想，妈妈是愿意支持的。可咱们现在高三了，能不能就别再去了啊？太耽误时间。你们天文馆也不缺你这么一个要高考的吧？啊，不是，我这之前也讲解一年，为什么不能去啊？我也没影响学习啊。那是高二啊，你现在高三了。这高二的学习强度能跟高三比吗？哎，这是刚开学，你可能对高三的紧张还没什么感觉，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。那时候我真让你去，你都没这精力了。行了，去请个假，好不好？这次这真的很重要啊！这是关于我国嫦娥探月工程的科普讲座，这是我的兴趣爱好，您不是也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您现在说不去就不去，让人在天文馆上哪儿找人去？哎呦！天文馆缺了你一个还不赚了？哦，知道了，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跟人说呀？那这样，你把联系人电话给我，妈妈给你请假，好不好？妈，您能不能别这样啊？研究天文一直是我的理想，您不是也知道吗？我这不是为了我理想努力吗？哦，去天文馆做讲解就是你的理想了？那咱们说去国家航天局，这不才是你理想吗？哎，英子，你过来，来，妈妈跟你说啊。我知道你不高兴了，这刚没收了你乐高，又不让你去天文馆。可你不高兴，
我也不高兴啊。你可能会说，妈妈总拿高三来绑架你的人生。你要是连高考都考不好，哪还有什么人生啊？我说的对吗？可是我真的很想去，你就让我去最后一次吧，好吗？最后一次。你记得那天我给你做时间表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？这一年的课外活动都得取消。要说起来，我只答应过你高二，没有说高三你还可以继续去天文馆的。而且你想想，你去趟天文馆一去一回，一上午的时间都不够啊，还没加上你这提前准备的时间呢，能做多少题呀？天文馆永远在，可高三的时间丢了，你永远补不上的。从来不畏惧梦落空，命运只管找回我，越挫越勇。哪怕要从高处俯冲，坠落摇晃唤醒我的倦容。乘风踏浪，哪怕昨日孤独迷茫，执着前方。像野马般拖着，织起梦中的长空。若一望无涯，你的笑却灿烂如夏。年少时的画卷都实现了。